Hello，酷狗。지나갈 테니
这个点人比较少，感觉都去吃饭了。我今天其实是为了打我的鞋子，然后想拍一会儿照，稍微播一会儿，待会儿就下了。刚才拍了好久的照片了。是为了搭鞋子。然后掏出了这一身衣服，还有这个好久没戴过的黑色的假发。为了搭我的镜穿，今天打扮了一个黑长直学生妹。
经拿走了什么，让我寂寞。今天这个是元气十足版。这样是吧？可是我这个打扮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坏的学生，学生妹，扎个双马尾不是太乖了吗？可能有一点点吧，把美颜调得很低呀、啊。美颜应该是有一点点。再开一点吧。这样是不是会好一点？我会开大了一点点，我前面说完每天都关了。我会开了一点点磨皮，因为我这光线不是那么好，我只能靠台灯打在后面的墙上，然后反光，这样光会柔和一点，不然我这边这个房间的灯光太聚焦了。
真的吗？没事啊，刚好又陪我聊天嘛，你想聊什么也行。是真的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，一百年前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，我喜欢黑白多一点吧，黑色确实会比较喜欢。今天这个假发是很便宜的假发，但是我感觉就是不好打理，但是效果还可以。
就是看上去质感会差一点，因为它很便宜嘛。限量版大眼睛，没有没有，我刚好我在没人说话，我就刚好在这边电脑上做点事情。天气这么好，心情怎么会不好呢？
店没什么人呢，我可能过一会儿我也下了。
你从西部